迎收看东京阁桥，我是韦恩，这是东桥食堂的第二集。好，那这个单元呢，再简单的说明一下啦，就是因为防疫期间呢、相信要很多人都会在家里煮饭来吃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说可以在家里来尝试煮一些日式的料理来给大家看啦。那么第二集呢，我们要来尝试煮的料理就是姜烧猪肉米汉堡啦。
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最终的试吃评分环节了。如果大家刚刚看到的话，其实米汉堡现在已经变成这样，哒啦，它比较接近一个散寿司嘛，坏掉的握寿司的感觉。我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啊！我刚刚整个过程中，我的那个米汉堡就已经，第一个是我那个盛盘的时候，我从平底锅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就没弄好啊，就已经有点散掉。然后再加上可能也坐得久了，然后一边又要拍。然后第二个我在想，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饭太晚，因为我也是一样为了拍，我很早就把饭盛起来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饭放太凉了。然后它塑形就没有塑得很好，然后导致就是我的米汉堡现在已经散掉了。好，不过呢，毕竟这是东桥的新手的厨房的食堂嘛，并不是要教大家怎么做菜，所以呢，其实也是一个蛮真实的例子，就是可以看得出，好，这个东西大概如果你第一次做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做成这样。所以，因为大家如果自己平常是不需要拍片的话，记得那个米汉堡的米的部分，就是趁它还热热暖暖的时候，赶快把它捏，这样它可能会定型比较好。然后再来就是你从平底锅拿起来的时候，记得要小心，不要去敲到那个边边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进入，还是要试吃一下喽。我就直接这样拿起来硬敲了，硬吃了。啊，它已经整个毁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用我们的手掌把它 hold 住，我刚试吃完了，我还是快速的讲评一下好。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姜烧酱的味道是有出来啊，不过好像没有到很明显，可能我姜的分量可以再多加一点，才会更有那种日式姜烧的感觉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的分量比例抓的不是很好，然后猪肉再加上我用五花肉，所以我觉得整体口感有点偏油，而且再加上食谱的那个米汉堡的部分啊，也是用奶油下去煎的嘛，我刚吃下去整个感觉是有点稍微偏油，所以下次我做的时候，第一个是刚刚讲的嘛，那个米汉堡的部分在前置的话，可能要尽量想办法不要让它散掉。肉会选可能梅花也或者是牛肉吧，不要到那么油。然后再来就是我姜的部分可能再多加一点点。我觉得姜烧整体的那个有一点姜、有点呛呛的味道没有出来。不过除此之外的话，第一次做，我这次可能只能给59分吧。上次马铃薯炖肉还有几个，这是因为整个米汉堡形状都跑掉了，然后味道我觉得也没有到很佳，就是一般般。好，那我们的东桥食堂呢，第二集就以一个稍微偏失败的结果告终啦。但是呢，没关系，这就是我们新手厨师的一个精神，好不好？反正防疫期间嘛，大家就是在家里多尝试一点不一样的料理等等的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有想看我煮什么样的日本料理的话，一样都可以留言在那个 comment section 哦，然后我去参考看看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啦，拜拜。